朋友们啊，昨天爆网的地方啊，今天再试试，看能不能又来了。这今天的风有点太大了，这网直接刮变形了。没鱼啊！我看，哎，有一条，哎呀！这鲈鱼还不小呢，看看大海鲈鱼，大鲈鱼让咱这有。哎，这不行啊！行啊，这不行啊！挂这上了一下，哎呀，十哎呦，有鱼哟！咦，能干净出来啊？没有，我看见翻翻了，大鱼。不知道什么鱼，好像白的，我看见发白的梭鱼，这能扣住吗？能，这个眼儿可不大，这两只网眼儿啊，两只啊，也说不准也跑，它一般跑不，哎，应该像是有，哎呀，梭鱼，什么鱼？拉快了，梭鱼，走，我去，拉快了，老妹儿也不，拉快了，这梭鱼让你整没了都，没想到我操，嘟噜嘟噜跑了，因为你拉一块吧，底下都容易不合啊，哎，不小，不能乱撞。万一都跑了呢？不好说，要小梭鱼不行，小梭鱼这个单丝线都断了。一会儿再给你展示，跳。有，我感觉是撞。然后在咱烟瓶子下边，全部嗖，全跑了。确实是撞了，不敢保证是什么鱼，能不能拉上来不敢保证啊，因为这个底下有点挂。哎呦，跑了！哎、小梭鱼，又跑了！哎呦，还有鱼，哎呦，还有几只？还有几只好几个，四五个大网，这个挺玩的。哎呀，鲈鱼爆网！爆网！看见没有？换了单丝线的网，瞬间不一样。单丝线也快，那个鲈鱼那个梭鱼太小了，这一条干几条？五条。六六六啊！六六六！来来来，加网，朋友们，